韩国橄榄球协会理事长朱昌勋这次在西兰当选为亚洲橄榄球协会会长之后，随队到我国来参加中韩泰三国橄榄球邀请赛。他在今天上午搭乘韩航班机返回韩国。中华橄榄球协会理事长刘侃如曾经亲自到机场去送行。他表示，今后将支持中华民国参加亚洲橄榄球的任何比赛。